各位未来的冒险家，早上好！前方即将到达终点站苏兰古城。你醒了呀？冒险试炼将于各位抵达后开始，请各位。刚才做噩梦了吗？就要到苏兰港口了，快起来准备一下。怎么了？不要紧吧？我在门外时隐约听到你说了许多梦话。又是同样的梦吗？每次提到冒险家，给苏兰港口的准入证明，我们替你办好了，你写上名字就好。这样就可以了吧？嗯，记得保管好，我们在甲板上等你，一会儿见了。第一次拜访冒险家协会，穿什么合适呢？都可以走了，应该没有忘记什么重要的东西吧。是呀，不过不是东港，而是西侧港口哦。从外海的船只大多都会停泊在这里，我们的船也是一样。小海之，对。不过刚才看这一整条海岸线都算是苏兰港口，小海说的东港都包含其中。哦，很大嘛。不愧是苏兰十景之一。唐三花城心还有条商业街，很适合给友人。当然了，还有你们大家最关心，你也来了。一谈到冒险家协会，大家就都提起兴致了。抱着这种热情去参加冒险家。喂，
冒险试炼不是什么靠热情就能通关的大路货吧？没实力的土包子，再热情也没用了。我可不是没实力的土包子。啊？我不是特指你啦，我只是随便一说。不过你这样子嘛，要对号入座也没啥不可以的。你，啊，行啊，实力什么的，打一架就知道了。走，我们去甲板上，就当是试炼前的练手了。来吧，我已经为冒险试炼准备很久了。你们就点到为止吧。好了，不要紧，来，收下这个，这是冒险家前辈的见面礼，可不能拒绝哦。话说回来，如果好，说的对，就譬如龙一红会长，他曾向风暴之海扬起刀锋，其结果他以一己之力撕裂了翻涌的海浪，开辟出前所未见，传闻中他的刀甚至可以劈开时空的。会长大人好厉。不过冒险家协会追求的并非只有力量，世界的真相，遥远的风光，那些深邃与广阔，亦是冒险家追寻。正如传奇般的秦少师前辈一般，踏遍云垂山水，看尽无限风光，还多次涉足云垂以外的地域，将那些神秘纳入无尽之瞳。亦或如近来声名遐迩的八大冒险家，所以他想要的是力量，那么你呢？各位未来的冒险家，前方到站苏兰古城，船只即将入港，请各位做好登陆准备。
再会，祝你如愿以偿，顺利通关试炼。我在船上，你走吧。嘿，这位是新。真的这么好吃吗？我请你吃早餐吧，小妍，我们也许久没有一同去星巴克吃饭了。话说，冒险家协会在哪里？在东方，看，那边装饰有风帆的圆形建筑，那就是冒险家协会的总部。到了，几位请下船。几个月不见，星巴克像是比从前更热闹了。请进，三位想吃什么？和以前一样就好。好嘞，情侣套餐一份，三须鳗鱼一份，蟹黄汤包一屉，里面请。有两位喜欢的靠窗坐。哎，告诉你个小道消息，听说最近狐族的小，好像随便走走就能遇上几个参加冒险试炼的人。每次试炼之前，苏兰成主。当然了，他曾经是最有希望晋升 A 级冒险家的人呢。好了，都是过去的事情了，现在这样不是很好吗？给你从前最喜欢的烤鳗鱼，还有你，你别客气。吃好了的话我们就走吧。哎，等等，让我带上这几串鳗鱼。不急，我们还要先去一趟冒险家协会，我们要抱歉。还逞强说什么今天好多了呢，快把药吃了。不啊，不错，今天冒险试炼已经开始报名了，你早些去吧。礼物就麻烦你了。我们就先告辞了，过几日你有空闲。那是那个符号是怎么回事？我眼花了，看来在船上睡觉果然睡不好。桌子上好像立着一个纸牌子，过去看看。休息时间如有钥匙请进入内厅。内厅是哪儿？还有友情提醒，记得做好防护措施。Thank you.
原来是来报名参加朝夕侍应的新人的，见笑了，请不要紧张，这是因为本次报名侍应的人数较多，需要稍作筛选，只需要证明自己的潜力就可以了。不错，只要把手放上去。啊，没事啦，从前也有人做过同样的事情呢，一拳把三个测试人偶都打坏掉什么的。好了，虽然没能测试，但这场战斗，终结之刃、厚望水晶、天命罗盘，合称为冒险家协会的三种器。看，怎么觉得有些眼熟？我在哪？匕首、水晶和罗盘，你来的时候，咦，这个水晶具有采集和记录风景的力量，可以试着采集冒险家协会内的景象哦。咦，可恶，就不能让本大爷安静一会儿吗？可以采集，想知还有一。白姑娘，你还在这里？刚才一本正经的提醒大家的人是谁？是会长哦，骑士阁下。药剂，哦，南哥和夏言回来了。好了，哎，以及白鹿姐姐，压榨那场海难之后，海难以前不大一样了。哎，我没听说过，就是半年前那件事吗？半年前，小妹妹，能说给我听听吗？叫学姐，我已经在冒险家协会待了很久了。好的，学姐，那场海难究竟是怎么回事？半年前，夏那后来你好，登记表来了，你在这里按个手印就好了。信息确认，登记完成。不，说的对，在试炼七分。只剩子慧，谢谢。那么就拜托你了，如果找不到人，试炼时再转交礼物也没关系。比起这个，享受阳光和海风才是最重要的哦。
驼兽，驼兽啊，那都在这里，可以选一头喜欢的，我要好好照顾他们。我也来一起抓。来了，快抓住他！代表大海干掉你！45.5，攻击帝王蟹背后18.1062度方向。谢谢，帮大忙了，请稍后。灵灵，换作是我，经历过这种事，大概连协会里的航船模型也不敢直视。然而，他竟仍未向大海屈服，这等气魄，想必连会长都会赞叹不已吧。太严肃了，不行，这又太繁复了。你未免也太认真了，也许你的客人没。当然要认真对。是呢，不过这有了。没你难道打算？猜得没错，冒险家必须知晓己身，我即是世人。就像这样吗？猜得没错，委托人的真实是冒险家必须知晓己身。我就像这样吗？没什么特点呢，这种时候就应该增加一些独特的。像这样如何？很好，不过还不够，还应该有一些花纹，或像这样如何？你还挺有眼光的呢。这样就完美了，非常感谢，请冒险家协会帮忙，果然是正确的选择。看来你还挺有做生意的天赋呢，不如以后庆丰水榭的淡水凝碧。还是小杨，我啊，还有其他啊，难也？既然这样，韩宫巷520号，沿着商业街走到头，
左转再左转就行了。钟楼的故事听说和半年前的一次海难有关，似乎是很严重的沉船事件呢。只有一位冒险家姑娘幸存。半年前的海难，那不就是夏言遇到的那次？跟上去听听。是城中唯一一个，传说在昼夜，他的恋人每天。这怎么可能？也许吧，真。哎，我就知道会是这样的发展。南哥和夏言之间的感情，果真在中敲钟三下，寓意就。我也去许个愿吧，希望能顺利通过冒险试炼，成为冒险家。天色晚了，先去。